Ujian opini. Karena opini masih fisik akal itu masih sebagai jago masih sesat. Tapi macam aku buat siap bisa tumpuk dan buat jenis siap aku posisi. Tapi buat posisi buat berci. So ini kau betul. Jangan betul. Mungkin saya ingin kembali. Oh, jadi kalau apa kita esok nak hongkai kambing sumpah. Kita betul ini yang belum kita sokong cinti. Tak betul ini yang kita mahu sih. Betul sih, mungkin orang orang ini lah. Bisa yang kamu sih mungkin nak sokong dia lah. Kaya dia sumpah. Ini lagi. Dan yang saya jadi cinti orang tu sih dan tu itu naik sahaja. Oh, kini kita buat so, nak kau kita buat sih lah, oh. Kosong macam macam sih macam mana? Oh, ni dia pergi ke bawah tanah, oh, macam macam lah. Tapi, ni kau ni sih macam mana? Ni kau jauh ke dalam, dari ke sini dalam. Mungkin jadi susah, dong, sama sini dalam. Anu dia, apa jenis sih yang dapat sini biar kita buat sih? Anu dia, biru tanpa kita sosial orang dia berdosanya, kamu terkong, mengasah, kira-kira macam mengasah, kau kira soal dia dan orang ini. 讲清楚哦，因为佛法有两样嘛，就是法理当专业哦，一些念佛嘛。哦，比如说，阿弥陀佛，放弃，放弃，那个罗宾，其实化缘是草嘛，但第二个一样，但是肮脏的，毛病啊，这些，他也放弃，放弃。好，叫佛陀佛，佛陀佛讲，好，进来去，比如。 伊虽然身体肮脏，但是伊心足清净。你虽然讲，你的心足清净，不过你的心足肮脏，看不起。修行没说有这种的心理，还别说我们的工作人啊，从家头里跳，从不能干不闹，天天不得到传出电啊，去成病路，病路马上不得要去，伊就病路长不得要来，要往外一个人。 别人给你出来，就准备去买的。有些菩萨被去买的，我讲这下做买，比如贵的，伊的迄个草帽，他想五体投地迎接佛陀的到来。他去跑到，他叫做五体投地。嗯。所以讲，佛陀讲为了我跳，永夜欢喜，永夜哦啊，这生欢喜，迄个一欢喜，我跳起来了。 无法度从业，迄个话，因为做事本来到我这里所在，不得力，那个恭敬说法，我是这样说，提出出来。这个经，这个笔录，这个笔录来写专修的经文，惊佛法，惊听佛陀的讲经说法，笔录来专修的经文。而且你去吃无专修的经文，那是一个作法算啊，你查无？哦，那是一个较早的经书里面。 迄个风地中内，迄只中路遐物件简单的物件呢，迄种按照算计算袂到呢，咁像现在你得当有，你讲佛陀，安尼叫你讲，公平说，一听见有代表转变命运，所以你迄个时阵，咱无变，迄个叫大现象，因为伊去化，伊去化现这冰棍，好，嘛一点难解嘛。 不得讲，变两种，变两种，对。对是拢有众生，对是拢有众生啊。唔对是无变，未使有分别啦吼。爱叫伊来，所以众生不得那个讲啦，触体吸意，这个名就是触体，这个叫做地啦哈。哦，触体吸意，哦，就是讲一离无分就发出无来，安尼啦。 哦，这来对故事，是安尼讲吼。哦，啊来呢就是啥？哦，这个故事来，环境分处。哦，因为当年，因为这个坏掉，就从坏掉，对不对？环境分处，啊，就你这来，你这都怎么讲起来呢？嗯。那你谁用起落来？当时，咱是不是一定谁用起落？那不叫大佛，谁归三分重要？ 咱比社会人当走去当好平民，哈哈哈！哈，我们咱来走比社会个等，伊就叫比生气啊！哦，那种味道，哦，
哦，啊，恁今日去当兵，就是参军话咧，甲你讲，我只分子，我是离骑士级部队员，但是我化缘了，我就回到骑士级部队，哦，迄个苏丹岛，布线的原地的所在，哦，安尼对啦吼，分子一，分子一就是讲，迄个官已经吃饱，哦，当然啦吼，我稍微讲下，印花多少物件？今天一个大殿的内底，李建与木建中两个了解，太公与迄大殿内底当中嘛吼，因为伊伫迄个紫莲树啊，但伊花朵的物件，大家捡出来拢是伊的树啊，拢是伊的树啊，看安了对啦，大家对伊的树啊做一下，什么人会使先偷下去？但是伊一定内底伫迄个咧主持，迄个是伊当地。因太高，因太高，因个这样，迄个主持个乱破，乱破太高，不要乱破。啊，迄个主持爱当地了后，因来当地吃，哎。但是伊这主持，我会记真啊吼，固定个年龄较轻啊，啊主持较无出，啊无主持拢爱传伊这边人出，袂使无传这边人出安尼啦吼，即个人出是在内底当中啦吼。我是去收伊我，当然甲第十二句话啦吼，对不？十句，等于讲，迄个饭食了，迄个伊甲我收，伊甲我，伊就是哪？你看，迄个去化验的那伊，我就是迄个咱的营养器，营养器的意思啊，哦，啊也是迄个三个机器啊。你想要这个看我做了是不是要积沙？那时候咱办多啦，哦，怎办？来给你积沙嘛，哦，新波、易波，哦，易波、易波嘛。啊，英国到时候传易波，就是易波。这边易波是用些象征性哈，不敢做点开设，哦，增加你的哈易多罗氏安博会哈，哦，或者印量器哈、哦。但是刚第三部位呢，就是讲那个西足镜，当然，应该无方便在等等我。行十公里到那啦，安尼十二公里嘛吼，啊十二公里内底较会惊人咧，公园较歹惊人啊，啊较会惊人咧，这个当中因为过去佫得因为叫做苦行僧，苦行僧，苦行僧啦吼，苦行僧伊咧行伊讲袂当袂想上好咧，真来想咧想你看高地处，咱佛陀念佛，去坐轿车，迄轿车嘛好佫唔济。一台块几百万的，那么钱，哦，啊，晒出来当中，哦，那么灵气，哦，那灵气呐，靠两公斤坐这个轮车，那么钱，过去用行，哎，当然上好个，你只能要跟你行，行去到菜市里面就无人要去啊，啊，我要行去到来是那中央，到时来咧吼，伊个反正真修了，那真修了，你个贡献过去不多，你只能去到。这个中文代表，哦，因为迄个叫做五台山呐、啊，还是什么什么山区的，迄五大名山有无？啊，五大名山内底另外，拢佛山迄个寺啦，佛山迄个佛堂吼，但是因迄个不够高，人真正修行的是三步一跪，啊五步一拜呢，对山下拜到对山顶边，你捌拜过？这吼，这三个，这啦。即拢用迄、那个用迄个皮，安尼一落，安尼揢，啊，即两下安稳。啊，无你对山脚爬到去山顶，迄山顶拢，诶，当然咱行迄个叫做，迄个叫做加拿大边疆环，伊迄两千外呢，咱用行，咱行袂起安尼，伊三步一跪，五步一拜，安尼。拜天到的时阵啊，两千块山顶面呢，迄有咩钱拜袂到呢？迄个苦行僧呢，迄当时真正修呢，你也看到的。那咱另外个就是油画馆的，咱每年做出一回，咱做出呀，咱因为咱的老板嘛做出呀，因为老板性格嘛，我看到困难。啊，咱好无无，啊，好无收袂成。这是这个时阵哪有呢？那么这个时阵呢，像过去的时阵，他会当我们安尼想，袂当袂安。这有点规划怎么老的呢？
所以呢，因去到顶面了哦，含皮哦，含这个皮都脆皮哦，含皮都脆皮哦。三个钟头，我排队的排队的话，变都变变去，个长队的排队。我现在电视拢上得快嘛，甚至我见过，像大陆本土新疆快的比三万块，哇，这款物件啦哦。但是四十几，就是讲，今年咱的先富啊，经过了。哦，这个我的公里啊，公园一年啊，啊，公家爸妈，啊，公家爸在洗卡嘛，你那可能在洗卡，在那洗的，啊，因为你去，因为你做产，因为你产做，他们在洗卡，啊，那一个卡好，你不要去那些呢，更加不利，你如果借掉，啊，一个卡为了打掉了我嘛，打掉去。决赛比赛，这个不可能呢。既然在旁边做的第二个的怪，第二嘛是不能怪我被撞的，对不对？有可能你打掉呢？我当然天嘛是一定爱啦，也爱射脚机。哦，那个脚机的意思是讲把你的脚哦，也是要清理。特别说呢，步骤有做，这个步骤有做，这个步的时候把它展开，因为也解掉，也解掉。好，伊个姐姐拍开去，伊就当接，接着用探测做缠做，啊缠做，哦，迄个叫做做具，迄叫做技术啦，伊分析，必须要打这迄个节奏啦，伊按伊节奏了后，啊伊来对方拍开用变成道具，一接来上啊困难啦，对啦吼，越困啊撑开了，啊跳回来。我参加那个在风衣吼，那个风衣有底色嘛吼，啊你若湿来了，一条风衣会当穿嘛，啊你若是旧做了，迄个风衣会当穿吼，一个利用。啊以这样呢，以这个辅助，这个接这个做具，这个东西会当倒啊当起来就对啦。由于有靠大来在当中啦吼，那就好。这个节目跟那节祝福朋友的吼。一件一件事的事情嘛，一件事情两点钟，一件八事情。哎，你件事情那件，我若去到泰国啦吼，一句唔是后面唔是上边的事啦。哦，我伊咧较刁的，我刁的起伊听无。哦，我这个命吼，我变到变卡身头吼，身到七点站袂了呢。卡达拢个电力，哎嘛，知我这个命。啊，人伊咧非常吼，你想我旅游时间咧非常。那我帮你发给我，你嘛该介绍我是阿赞。你阿泰国人阿赞是作官的地位呢？泰国是叫咩阿赞？哭就是老师呢，阿赞就是教授呢。甚至因迄个乱破迄个主持人叫阿赞呢，哦，大家的教授叫阿赞。所以呢，去到听阿赞，作尊重呢，安尼对啦。啊，因为伊个介绍我是阿赞带来的。佮主持一直当教育，一直当车主，伊来对哈，伊来对迄个，哦，伊来对，伊那肯定有帮助的，啊，原是爱听就接的，哦，啊，若出国听，我在后面回想，啊，伊那一百人，我咧，在我身上接袂了，伊若袂先接，伊先接袂了，我袂记，到后天去接哦，但你较等下归较好，好，真正归较好，哦，步骤而做，哦，做去，然后。哦，这个他个叠起哦，走下哦，步骤的时候，啊，这就是咧讲讲啊，这段就是讲讲消文解义，安尼听啦哦，一段一段，逆时不逆时，世尊释时，用以持观，入少年大城去释，无机声中复地去意，还本处。幻想力、修观、现象力、不遮不遮，这就是分离。这个消文该这个意义跟啥意义？意义，把这个意义呢，带得远，在那都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咱金刚经内底当中，这个欢喜气，它是被一直接开始发起的这个力量，就是拢在讲啊，如是我们一时不在笑语上，依旧结果道。一大概就是变七两百五十五。如果咱今日这部金光经，那你这个地方，拢以这文字做些贡献文字，
那你讲到第三分，叫做大乘正宗分，啊，你就讲袂了去。因为大乘正宗分就是讲三方的道理，五方、八方、空也空。所以第六分，伊就咧讲啊，吼、哦，第六分哦，伊就咧讲正是虚分，伊就讲讲肉身、肉身处上，即着五人众生受者，肉处法上。即着我言众生是者可以无？欲处非法相，即着我言众生是者。欲处我相，就讲伊即着我相，即我定数就爱空。法的数相，哦，法的数相爱空。非法相就讲，即两空是空，即叫三空。啊，那安尼当中呢，伊连讲到第三分啦，伊就咧讲深理啊。啊，第一分咧。我是说，去年接无去啊，伊是考察当年，你唔可能讲清楚。所以今日头前就是咧讲到伊这伊这物件，讲到伊哩消费界伊的典故，今日讲的是讲伊意义。但是即摆咱来就是呐，就是开始爱献礼，献迄个礼，爱有迄个献礼，啊礼有得两种，拄起来叫做义，道义道义，即摆献礼。清的道理，安尼对了吼。